我们这么多的教会在这里，这么多的人在这里，我们彼此都不大一样，每一个教会也都不一样，唱歌的 style 也不一样，跳舞的 style 也不一样，但是我们可以彼此相爱。跟你旁边说，我很爱你。你找五个人，你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，你不认识的哦，然后你问他从哪个教会来的，我告诉他我在处理和我有独自悲伤，只要微笑，只要。
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，就是天堂。在这个时候，我要邀请你，如果在我们当中有哪一些人，在过去这一年，你觉得你有得罪了他，或者是你觉得你有不原谅的地方，如果他现在在这里，好不好？你过去给他一个拥抱，然后你跟他说：“我爱你，我爱你。”如果在你身旁的人现在是你所爱的人，你的好朋友，你的另外一半，你的父母亲，好不好？你给他一个很大的拥抱，你跟他说我爱你。献给上帝，所以这次我们在这鼓掌，把荣耀归给上帝，所以我们这一切都要归给你，这些荣耀都要真正的归给你。我们是台上的，我们是台下的，我们主啊，我们是合二为一来服侍你的。哈利路亚，主要得着完全的荣耀，得着完全的荣耀。所以我相信，这不仅是一个跨年晚会。这是一个共同主城市祭坛的起始的开始，所以我相信我们聚在这方有一个时间很历史当中非常重要的意义。所以包括之后当我们就要跨年倒数之前当中呢，这个时候我们请转向两边的 monitor， 我们还有个时间要回顾一下，接着 DVD 来回顾一下神对台南、神对台湾命定的心意。好，这时候我们请放这一段的 DVD。神在以色列列国万邦，要叫万国万民要寻求神。神对列国有心意。在古老的时代，福音造访了这一块岛屿，古老人称它为福尔摩萨，西班牙人也觉得它很重要。荷兰占据的时代，伊
1638年在台南的新社，几乎有100%的人相信耶稣，甚至在嘉义也高达58%。甚至有马太福音的新港文翻译版本，台湾是南岛语系发源的地方，台湾的天命就是差遣。虽然曾经有复兴，但是后来郑成功来台，汉人、荷兰人、平埔族跟民主起来征战，台湾的历史因着国家政权的纷争开始有分裂。求比强烈的工作在这地方，因为不敬拜独一的真神，所以我们忘记去年突如其来的打击。日本西中，但当地人形容金帅跟庐山的倒塌完全。专机从空中鸟瞰，这是灾情最严重的屏东。莫拉克带来的强风劲雨重创中南台地区，被冲毁的房屋就这样倾倒在水中。光是一个上午，嘉兰村就有51栋民宅被水冲走，半处家园变成汪洋一片。连日暴雨不断，气象局傍晚第四度。修了强援，许许多多城市都开始聚集起来。不是我们的手把大鬼吓推倒的，是主进来，大鬼的箱就倒了。所以 we are more than conquerors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已经得胜，而且得胜有余了。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我们要看见更大的事。但是没有仇敌那么拦阻我们，谢谢你，因为我们要成为神的军队，我们进入神喜年的祝福，因为这是一个新的季节来到了。
这一次我们不会再错过了，因为台湾啊，这是你兴起的时刻。好吧，弟兄姊妹，这时候我们来祷告。神的原则永远没有改变，神要的不是只是我们这一群基督徒的聚集，谁不单只是这些教会的聚集，神要台南台湾进入他的命定，进入全面性的转化。所以我们相信我们敬拜赞美神是更多的转向神，去明白他的心意。所以吧，这时候我们举起我们手来祷告。所以历代志下第七章十四节十五节告诉我们说，这成为我名下子民，若是自卑祷告，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恶行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。我必睁眼看，侧耳听，在此处所献的祷告。弟兄姊妹们，举起你的手来，也举起你的心来说，神啊，你正在侧耳听，你正在观看我们在此处所献上的祷告，把自己在这献上为祭，在神的面前，以至于我们可以跨入喜年，领受神喜年要临到的祝。同声开口来祷告。耶稣是我们这一生的阳光，我们要在主的恩惠跟节点不断来帮助我们，说神是的，然后你不要在这路上的路的时候，你是不是最荣耀的时代？所以说，我们的时刻，这也是我们爱的时刻，我们要进入你的秘密的时刻，我们要从主来面对圣主，我们要去在主面前祷告，我们敬拜，我们赞美，所以在主面前，我们要怎样？我们要祈祷的祷告，主啊，我们祈祷你的爱神。再次献祭在神面前说，台南我爱你。我当在台南我爱你的时候，请各位在座牧长还是站到台阶跟台上来，我们要一起预备跨入喜年这样的捷径。所以请各位在座牧长从你的位置出来，当我们唱台南我爱你的时候，我们一边唱一边用心的体会是爱台南的这个心意。好吧，这时候我们请牧者余慧上台来。海岛上有一个复兴城，它的名字叫做台南。我们邀请牧者从台上来，然后再次把台南献给上帝，因为我们是守城门的长老，所以把权柄交在的手中。是我们最深海的土地。